南投县政府为了落实低碳观光，甲南投县观光产业联名协会合作，推动南投因素旅游奖励计划，规划旅宿、游艇、观光港、厂等七大产业低碳因素景点，作为行政元素，串联县内各旅游路线，设计迎客奖励方案，七号早起伫广府办理启动记者会。南投因素旅游奖励计划提供民众平常日到一般因素相应景点200元，平常日加假日到因素临近景点300元。原来第一暗计每800元，第二暗900元奖励金。四种奖励各会当使用一届，每人上悬会当得到2200元，总奖励金超过430万元。10月5号开始的茶博期间，一直到10月13号。那前两天的游客数非常的多，最近还有健行节、温泉季，还有星空季，以及亲近火把节等等各种旅游活动在展开，欢迎世界各地以及全国的乡亲游客来南投旅游。我们总共的奖励金额是每个人4种的奖励，总共有2200元。那我们总推出的金额是430万元新台币。南投因素旅游奖励计划，除了每人上悬会当得到2200元奖励，那符合几项条件，亲像坐台湾好行、南投客运等大众运输，阁会当得到超价大的礼包。产业联盟啊，是在南投县总共有54个工协会。那永续旅游是来提升我们南投县内所有的旅宿业者及店家来做一个品质提升，及达到后续的永续旅游环境的一个奖励。那借由这个奖励来让游客来认同我们南投的旅游环境，也让游客来一起来响应这个永续旅游的一个目的。全国唯一的一家塑胶射出的观光工厂，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亲子互动教育，那也有年轻人最喜欢的攀岩，还有垂降这些游乐设施，还有全世界唯一的湾岛文化馆。那非常希望说全国各地的一个民众可以利用休闲假日，可以来南投来做旅游。南投县政府观光处指出，透过7号启动的因素旅游奖励方案，让国内外游客到南投耍，多动食、大耍、买嘢消费以外，可以当享受所介压力、因素和文化体验兼顾的深度旅游。记者陈信昌报道。